有时我的眼睛也会在别人的影子里寻找自己。好想成为那个他，像一朵玫瑰在人群里绽放，唱起歌会让世界竖起耳朵。当我的眼睛时而张望，我的双脚却在屋子奔跑。不行，我跟你说了不行，这是我的。你要比他更强。我的。有一些空洞，爆发力不够，再多还不够。他知道我只能用一个节拍找准另一个节拍，还是不够啊。无处可躲的雨，好，再多。他知道所有看不见的奔跑都会成为看得见的天赋。我不是玫瑰，但正在用汗水浇灌自己的花。这里你可能得有做一个这个动作，因为我没有迷人的独唱，但正在和万千歌唱组成动听的声部。看出来你们那个努力的那个劲越来越棒了。对了，非常非常好，出来了。我们就像小小的蝴蝶，每个努力扇动翅膀的瞬间，都在与一个肆意生长的夏天共振。本节目由和平精英联合冠名播出，精英出击，百分对决。本节目由王老吉联合冠名播出，燃爆舞台，百分热爱，怕上火喝王老吉。本节目由小蓝腰益生菌赞助播出，易贝氏小蓝腰益生菌陪你秀出理想型。本节目由喜临门赞助播出，深度好睡眠，床垫喜临门，百分百出品，每周四12点播出，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基于此前发布的大规则。本场个人喜爱度最末位的成员将直接被冷冻。是我，哪怕这次赛制是五个人，要时刻做好准备，就是肯定得一直在旁边练。为什么？因为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好大一个猪！卡比兽他长大了。哇，变大了！他会不会还会变更大呀？可以可以可以！哇，太厉害！我们最后 showcase 的时候搞一个巨大的。哇，那太厉害了。今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把四公的歌曲，然后以及这个表演的方案，然后要大致的确定一下。星际舞台让他们做那个能向上绝不向下。打谁呀？啊？打谁？不一定要打谁，但星际舞台我觉得那种习惯了。对。然后《乘上称霸》这首歌，也能够代表他们态度，也能够代表他们的酷拽狠的那股劲儿。再把他的国风化的再强烈一点。好，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 poker 是。孩子们自己选了一首比较好的歌，而且他们想在这个里面加入音乐剧的元素。Poker 听一下吧，感受一下。我觉得你们可以再思考一下，但我是真的觉得音乐剧最重要是什么？哦，嗓子。你最重要是唱啊，你们唱能唱出那种感觉不？哦，那个老师一会儿也会听一下他们的发声，帮他们调整一下。
这东西一时半会调不出来。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孩子们想去有一个突破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尝试的。对，让他们先突破一下吧。突破一下，至于能不能突得了。老师们好，老师好，老师好。哇，你们来了。老师们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开一下四宫的选曲和表演的会，然后跟各位介绍一下。爽姐跟孩子们讲话这个态度都不一样，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跟孩子，今天我们是开一个四宫的会啊，这个。哎，爽姐最好了。那不是一样吗？你跟我说话跟他们说话也是两个样子。那不是，我跟他们说话也是两个样子。我只是做一个表象，符号化的表演，好吗？孩子们介绍一下，然后我们这位呢是那个潘航伟老师。老师好。潘航伟老师也是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演员，然后也是歌剧魅影的中文版女主角 Christine 的扮演者。哇、然后也是第一届维也纳声乐大赛的特等奖。我的妈，哇，我叫潘航伟，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一名歌剧演员，代表作有剧院魅影中文版，三岁开始学的花鼓戏，学习声乐的话超过20年。哎呀，不小心暴露了年龄啊。然后我们那个潘航伟老师也有一些问题，因为这首歌其实难度不小，可以说是历届以来最大。难度大。谁代表发言一下？秀儿，我说啊，首先就是这首歌是我们前面三宫都没有尝试过的可以突破的东西，就是这也是比较偏音乐剧的风格嘛，所以我们可以加一些演绎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六个人都特别的喜欢。你们喜欢演绎啊？想尝试一下老师。因为我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前几宫都比较收，而且放不出来，音乐剧是非常具有张力的，就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一个东西。声乐上面的问题，情绪上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很薄弱的地方，所以通过这样的一次表演可以逼自己能够进步更快一点。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这些见习生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难点，因为他的人物感他会非常的外放，非常的就是狂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声音的张力，就是要比平时普通的表演要夸张很多很多，所以是需要突破，就是需要他们来突破。你们这个选择，我觉得你们这个选择是非常好的选择，也是很大胆的选择。然后我觉得你们跟老师先认真学，然后呢，我们这边想一个备选方案二，也可以。备选方案二就是刚刚我在车上跟你们讲的，倪达老师的那首歌《药到病除》，药到病除去做这个替代方案。但是首先允许你们尝试你们自己想尝试的，跟随我们的老师，好吧？好。一会儿上完课以后给一个结论，就今天你们告诉我，先试嘛。那孩子们走，好，我把卡比兽放到你们，我要监督你们，时刻监督你们。老师他还会有再大的吗？那很简单，做一个跟张老师一样高的卡比兽。我认真学一下好不好？认真的学啊，发声方法啊，基本功啊。对，就是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吧。谢谢。不客气嘞。哎，不客气哈。丑话先说在前面，我会比较严厉啊。我觉得我是比较担心的，就是在人物塑造这一点上面，因为它会跟你们平时表演的状态是很有差别的。有没有信心？有。有没有信心？有。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啊，我们做一个野性的训练。这个野性训练呢，就是让我们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狂野的感觉。我们模拟一下狼、豹子和老虎，比如说他们看到了一只羊，呈现那种看到猎物的那种状态。静怡，你当什么？老虎还是豹子还是？老虎。
老虎。哎呦，当羊。行，当羊也要有当羊的状态啊，当羊的神情啊，羊是什么感觉？好啊 ，Action。你想吃的东西，别跑！对，好，很好，很好。我心里很好，很好。Yes， 对，很好，很好，很好。哎，那如果是这首歌的话，我有一个想法，就前面我们并不是在讲。解放天性会更高一些，对，可能解力，可能舞蹈演员他们可能是在跳一段，就是想去解放一下，有点像。Yes。学表演是这样，好可怕。非常好，非常好，我要看到你眼神当中的狂野。要吃 ，yes， 给我，来，我要吃，给我，首先让孩子们他们自己知道说，哎，我可能唱不了这首歌，我们需要改歌，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嘛，就是不能再被他们说服了。对，你好像嗅到了点什么，好像是很香的东西，你看到它了。对，很好，很好。Yes, yes， 很好。如果孩子们说我要给你磕上，那也真的完犊子了。世界本就邋遢，没有什么可怕，世界本就邋遢，没有什么可怕。哇！时代，就有没有可能那个共情性会更高一些？那个孩子剪影。好了，不讨论这个，这个我估计不蛮行的，肯定嘎不准西了吧？他们还在努力尝试呢。赶快跟那潘潘老师听一下。Stop！ 别搞了。我们换小虎队的歌。哎呦，世界本就邋遢。小虎队的一首歌，我们还是可以走这个概念，就 concept 还是走这个。哥说说实话嘞，我觉得场上称霸或者妖到病除，我怕还是太在他们的那个舒适圈里。要真的这么有兴趣，指不定有办法，有想法有办法。昨天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直面问题，直面不行，你要突破它，单点击穿。他们说。我们今天就干这首歌了，我单点击穿的，击穿了十天。击穿的是我们，击穿的是我们，击穿音乐，击穿编舞，击穿。是这样的，人生嘛，重在参与啊。啊，对，重在参与。对对。走吧，你看一下吧，你的。看看大家，对。进入状态啊。每个人都进入状态。继续继续，别老是一来你们就紧张的没状态了。等一下，等一下，不行。怎么了？好尴尬，脚趾头抠地了，老师。这个更是你们要克服的啊，表演都是身边有几个人，有谁，没有任何的区别。没错，信念感。信念感非常重要，你们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就是首先第一步都很难做，好不好？好，来。我觉得你可以让他拟一些动物啊，动物形态刚刚做了吗？动物形态。做了，做的太，刚刚已经做了。对，然后你们要去跟这个，首先你要跟这些地方去做一些连接。你比方说，我要如果要做蛇的话，我要去跟这个地方去做连接。
你会自己感受成你成为那条蛇，你知道吗？你首先要跟你想要表演那个东西，你首先有个信念感，我到底现在是啥？比方我是卡比兽，哎，是真的，你真的要有这个信念感，不然的话你不行，嗯。哎，要不让他们让你们两位导师看一下？可以啊，可以、啊。来吧，我觉得可以做对抗的那个，是不是更好？嗯，对抗的好，可以，我觉得可以。那你们先来，来吧。我是羊是吗？不，你们俩都是。蒸狼王，嗯，来，可以说一点话的都可以，无所谓。来，我要做这个王，不行，我跟你说了不行，这是我的。你要比他更强。我的。这是什么？感受，他比你，你要比他更强，你要比他更强。来，你要比我更强。对。对，你们两个要争，你们要比他更强。嗯，给我。你们两个谁厉害？谁是狼王？我是狼王。我跟你说了不行，这是我的。你要比他更强。谁是狼王？我也是狼王。谁是狼王？谁说我是狼王？告诉我，我是狼王。谁是狼王？我是狼王。休想！你们这个小婊子！这个情景其实就是两个争谁是那个第一的。哦，对，了解。嗯，行，那我们接着往下。哎，好。干什么？你为什么过来了？聊无理。走吧。音乐剧别徘徊了，估计不大行。你们觉得你们能完成并且能登上舞台吗？今天试完之后，登台的程度。没关系，坐起来，坐起来聊一聊。坐前面来嘛。坐前面来。先听一下老师给我们的提案吧。我们首先给一个那个你的一个判断，就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大家每天只能练习两到三个小时的情况下，在舞台上大概能做到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表演的状态，就是人物塑造这一趴，包括他们的演唱的这个能力上面，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去集中的去训练。因为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四位一体，就声台形表，层层叠加的话，会挺有困难的。还是挺难的。音乐剧这个东西它就是要做到很极致它才能算得上是好，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没有能够做到那个点。我觉得我是这样，对他来讲问题不大，因为他的编曲来讲他不会加很多的框架。对，这是肯定就会相对来说会有点裸，就等于相当于你们的唱功要非常的扎实，是有这个压力在的啊。我觉得舞蹈也都会变得比较小的简单的，对，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更加靠气场，真的就是要靠表演。所以现在就是，如果选音乐剧的，每一个需要去发挥和闪光以及最勾人的地方，全是你们目前的缺陷。那这个东西，你们能不能逐个击破？20分钟时间讨论一下，好吧？好好好，好好 ，OK。好嘞。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啊。好嘞，老师拜拜。怎么说呢，都挺难的，反正这个肯定是更难的，更难的，这个肯定更难。我们得想想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怎么做好这个。Oh my god，那其实就这么几段，它都基本上都是重复的。
歌词倒是挺好记的。但这个我们确实是现在就可以开始练。对。找到感觉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对，感觉是很，就是怎么，这个东西很难说，你找到就找到，没找到就是没找到。对。有没有可能反而做这个我们才能找到状态呢？我也觉得，就是释放一下自己。对，那就这个吧。兵走险招啊，兵走险招啊，方能制胜。哎呀呀呀呀，很多东西都跳出了我们的舒适圈，但是我们只有去不断的挑战自己，才能在我们这个事业上做到一次又一次的进步。我们决定好了，有信心。我觉得我们好好弄的话，好好弄的话，我觉得好好弄的话，这个很炸的。决定好后，请前往会议室。怎么样？怎么样？最终我们决定一下。结论是3、2、1，直面恐惧。直面恐惧。因为我们刚刚想的是说，啊，我们是不是就是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来去释放我们天性？我觉得也可以吧，就哪里不行演哪里行，哪里不行戳哪里。姐姐，那我们能再看一下 poker 的方案？哦，好酷啊！这个像那个什么花园宝宝，对啊，像《爱丽丝梦游仙境》，爱丽丝，爱丽丝梦游仙境。有想变的吗？没有吗？我不想变，嗯，不想变，不想变，那我们就定这个了，无所畏惧，直面困难，不用劝，野心勃勃，就是不用劝了。我们选这个只能自信，就是只能自己相信，相信，别人都信不了。好，那我们就定了，我们去尝试一个音乐剧元素的舞台。但是同时要告诉各位的就是，我们同样面临的是赛前考核。加油！好嘞，散会。谢谢，谢谢老师们，老师们，老师加油，加油！好，加油！好，谢谢。面具抛开，把那个抛开，然后不再去猜。我们其实是在玩一场狼人杀的游戏，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举动和不同的反应。首先是更夸张的表情管理，加上你的声音、你的音色，然后让观众能够看出来你是在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你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看我怎么顶住，因为高音有的时候顶住需要再多拖两秒。对，你感觉这个地方是被撑住的。一开始的话确实会比较慌，因为这个高音是一分多钟，或者是唱得特别特别多嗓子，特别的累，但是我觉得有信心。不知道谁是狼人？没有，是没有狼人。当时他说的那个说，其实这个世界本没有狼人，但是我们互相怀疑，一直觉得其中有个狼人。好学生，爽姐给我贴那个三好标。对呀，我刚掐完你，所以你就怀疑我是狼人。哦，你是吧？你是还是吧？合理合理，太合理了。好热啊，就歇下吧。就等你这句话。那正好，我们来一瓶王老吉吧，还是冰镇的。真是清凉畅爽，瞬间活力满满啊！来瓶王老吉，祝我们的公演大吉！和王老吉一起燃爆舞台，百分热爱，随时随地清凉畅爽，怕上火就喝王老吉。还有水果，水果，切水果是吧？我是一个普通的玩家，这个玩家的角色稍微有点凶，但是又比较勇敢，比较着急的一个性格，一个机智的乐天派的语言家。秀秀今天是一个女巫，我是其中一位特殊身份，我是蛇梦人，虽然我有
一个比较坏坏的，一个比较迷惑的形象，但是我的内心是好人，我非常想要帮助大家。好，都可以。好，我是个普通玩家，我是天真无邪小女孩，性格有点古灵精怪，但是缺乏安全感，比较胆小敏感。 OK， 我拿叉子。好，坐。张老师好。哎，你好。热水。谢谢谢谢。不客气。陈老师，哎呦，谢谢，不客气。多冰的啊，很冰。哼，自从看到你拔河以后，觉得你的撸铁有点水。不会拔河，老师。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咱们要不看一看？好，加油。他这个舞台是那种沉浸式的那种狼人杀，就是他们每个人会有一个角色。角色，那让我猜一猜。可以。来来来来。好。好，去吧，准备。哦。哦。哦，有点感觉了。好了，开始。好，停。你在想啥呢？你在想啥呢，好人？你在想啥呢？你在想啥呢？你们这全都是问题啊！你这个手举在干嘛？你是要干什么？你告诉我。准备着，你开始，你可以看一看呀，对吧？你不能坐那里等干嘛呢？然后，那个雨林，你要想想。我在这个状态里，我也得干点什么呀？好，重来。这盆水果呢，也别给我了，你们自己拿着吧。谢谢老师。哎呀妈呀！那里有叉子吗？这个叉子有没有？老师让我吃。吃不吃是你自己决定的，我把东西给你了以后，你自己怎么设计，这是你们做的每一个角色的塑造。好，所有的角色连接自己。哎，这开始跟你们聊表演了。哎，真是好，不敢当不敢当。来吧，三二一，开始。无处可躲的宇宙，空洞的神情调，自动屏蔽讯号。看出来你们那个努力的那个劲儿，谢谢老师。哎，我觉得很好的是你们愿意尝试这种，更有层次的这种表达哈。但是这个层次的表达会看出这个穴位的有些空洞。
爆发力的问题，就是问到最后一段听那个音乐是非常从你们那边转完圈以后过来以后，个人觉得哈，还得再狂野一点，爆发力不够好。来来来，我们来做一个训练啊！好，来来推推推这个墙吧，来推这个墙，这墙能推吗？好，好，我说三二一，好，你们先推，啊，用你们最大的力推啊！三二一，最大的力推墙，最大的力推墙啊！最大的力推墙，最大的力推墙。最大的力推墙，最大的力推墙啊！最大的力推墙，最大的力推墙！你们这还没有算，这是啥？你没用最大的力啊？对啊，没用最大的力，这都不是最大的力，这都不对。好了，好好好，来来来，看张老师啊，看啊看啊，最大的力推墙，看啊。看吗？这是最大的力。好，这个你们谁找到这个最放最大和最收？你们现在是最大的力推墙，来再试一下。好，找到那个感觉，你们真的在推墙，头低点去，最大去感受那个力，你们是怎么用力的？好吧？哎呦妈呀！对，哎哎，有点那个意思了。好嘞，好嘞，哎，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好嘞，哎，对对对，把这墙给它砸了，哎，砸了，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了，看到了吗？这是你们极致在用力的过程中间会，你们会经历的这个身体状态。好了，你们再回到你们这个转圈圈，现在我要你们用这个推墙的力，你们再把这个东西跳出来，来给我跳一个。好，来三二一走。好，可以啊，这个力就出来的这些天不一样了，非常好。好，然后你们每个人是啥角色，我还没有从你们的这个舞台表达里面能够读出来，我看到了一些猜忌，除了猜忌以外就是稚嫩。我们在做的时候什么难点，比方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北京人我是你是啥角色？我是普通玩家，就在这首歌里面，就前面是稍微可爱的，但是到后面那个歌词又是那种稍微有一点凶的，就觉得稍微有点矛盾。可能那挺适合你的呀，挺好的。哎呀怎么办啊？啊，老师！我的妈呀，真太厉害了！我也是看完以后我都惊讶了，我的天哪，厉害！挺好的呀，挺好的呀。你的设定我觉得跟你挺好的，但你得去找你自己生活中，挖你的生活中你自己是怎么样。就像录之前，你们听到电闪雷鸣，会不会？但是呢，刚刚 Alice。高啊，高手！你们别预知说啊，他马上要电闪了，哇，他马上要雷鸣了，他肯定首先你有个意识到。嗯，感觉心里没什么支撑，没有就是。记得这一下，吓我一跳。你们记得刚刚我被我吓的那一下，这就是你们的表达，这是最自然的表达，懂吗？好，嗯，吓到了吧？吓到了。哦，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你演的是谁啊 ，Alice？ 说梦人，但是我是好人。拜托啊，真的是好人。拜托了。我真的是好人，只要抽了好人牌。Alice 初恋吧，
来，我们来做一个训练啊。来一个这个吧。第一次走进魔法森林。你要让我看到魔法哦。三二一。你要让我看到魔法，让我看到魔法，让我看到魔法。回去，你自己都不相信，回去。首先啊，你可以设计一下跟自己的人物链接，就是这个人啊，你比方说你刚刚是这么做的吗？这个什么拿了个盾牌吗？盾牌，我想推门。哦，那你推呀，门难道是这么推的吗？太好笑了，门是这么推的吗？你觉得呢？你再试一下，魔法森林，冷静，三二一，走路西走。等一下，老师。三二一，走。开门你就这么开开就好了。我因为我是在想它是一个魔法世界，它是没有被人找到的那种，就是它是一个老的门。哦，旧的。了解了解，挺好的。我现在想象的是我推门进去，然后我看到很多很多绿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植物，然后串插在一起，我说哇塞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想要推过去，然后我还会有很多植物，很多门，就那个声音，就然后我看到一个城堡，它飘在上面。太棒了，你从这个走，你就按照你现在说的。好。我看不到城堡，我看不到城堡。前面很棒，前面非常好，前面非常好，刚刚比第一次好多了。好，你看你自己还加了什么，对吧？这就是原因，是为什么你觉得这里会有这些东西。所以在你的脑子里面，你自己构建出的这个世界它是有的，不是没有的。你们要表演的话就是这样的，你所有的一切的表演的所有的这个技巧全都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我以前也不知道也可以做这么多创作，以前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我以为就是跟着剧本，剧本说一二三四五，我就说一二三四五，结果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角色你是可以塑造他的。搞照片。你干我了，你干我了，我就是说超生。请佛爷赐药，二月红月做牛做马，一命相报。你们自己在做前面那一大段的时候，就是得找这种东西。嗯，你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找到感觉了吗？我再去找找吧，我感觉我还没找到，还没看到城堡。对，它需要一个过程。Alice 人物的塑造不够好，还得再多加强一下这个表演，怎么办？在庄老师面前那东西，那就不叫表演，表演的侮辱，对不起。我只能说，因为魔法世界我是真没有去过。
就很难沉浸一个某一个角色，所以我再找找方式吧。面具抛开，面具抛开，面具，面具抛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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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具抛，面具抛开，面具抛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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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开。我这个做什么动作？你觉得？你原本做的是啥呀？就我就拿着它展示，我就比较。哦，这个不是很高冷。对。我抓着他这样展示。Hello， 老师好。老师好，又见面了。我正好说一下问题啊。今天上午哈，你们的人物完全没有啊。一到这些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呢，都糊了，特别不鲜明、不明显，所以就是整个感觉就是大家是为了表演而表演，就整个东西不成立的。你知道在音乐剧上面的话，你的表演你每一个动作都是要 for a reason， 你不是说啊我这个地方调都是这样的我也过去了，不是，你是真的为什么要过去。你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要有自己的性格，你看你们都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物，对不对？对对，但是你们每一个人物都没有给到我你们该有的那个人物状态，所以呢这些所有的今天就要帮大家去从我自己音乐剧的这个表演逻辑出发，去给到大家一些人物塑造上的一些引导。好，然后我们现在把你们现在所有的你们这个人物再深挖，把它完全外放出来啊，我们做一个练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故事。冤家，你演一个从悲到怒，然后呢自己把这个故事填满一下好不好。然后女巫，从惊恐到开心。惊恐到开心。小女孩，从喜到悲。然后雨林，你是从惊讶到恐怖。千羽是从开心到恐惧。然后圣梦人呢，是从悲伤到喜悦。喜悦。我们一个一个来，然后每一个人可以也在下面看一下。我说有点迷茫。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圣梦人，你从悲伤到喜悦，就一开始你可能因为你是有一定神秘力量的人，所以你有可能会就是会被容易被大家误解，然后加上你的性格，跟大家遇到的时候你都是很冷淡很高冷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你的心非常的善良，你希望去帮助所有的人。所以就一开始你可能已经觉得大家都平民都没救了，但是突然间你发现一个线索，然后你一下放心了，大家有救了，大家有救了。就这样。可以，谢谢老师。对，你把它完善就是方法论啊。你即使给到你的是这么多，但是你要把它演绎出来，在舞台上面你需要自己内心再丰富这个故事。好吧，那首先静怡来，从喜到悲，大家可以看着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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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啊。可以说话了。有没有人啊？谢谢。
好。很好。哇，真的就是一秒进入状态，然后真的就哭出来了，好快。怎么做到的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可以分享一下。会想到就之前有亲人就是离开，然后其实我看到我是不相信的，因为我没有亲眼见证他的离开，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的世界里是不成立的。然后再看到的话就觉得是不是还可以拯救一下，是治疗一下。是，其实演员可贵的就是你们的这些生活经历，你们在演到相同的这种类似的情绪和情景的时候，你们自然而然的自己的这些经历就会帮助你们很好的很真实的去释放出来，把这些情绪，所以一定要在外化啊。好厉害啊，看得我想哭。好，下一个蕊蕊先来。作为一个预言家，为什么会悲伤呢？因为我比如说啊，我带大家去再去捋一下，其实预言家他是一个为好人考虑的最多的一个，如果他感到悲伤的话，无外乎就是可能他觉得好人可能会有受到伤害有危险，那怎么又变成了怒？一开始有人被受伤害所以很伤心，然后发现全村人都被杀了所以才怒了应该会爆哭吧。对，帮你顺出来了哈。好，所以你的情绪应该是挺情绪化的啊，就是很外化的啊。好，我们一起看一看，一边看一边想。好，开始。发现他没有和呼吸，那是你之前很好的朋友，你们之前还一块玩，就在上周还一起去吃好吃的呢。好，继续往前走，又发现了，发现两个三个四个这么多，看来昨天狼人把所有的人都杀了。你觉得不行，这样下去我们整个村子都会灭亡的。非常好，怒，我要看到你的愤怒。好，还可以，可以，挺好的，情绪也一下就出来了，还可以。对，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没有怎么了？我继续想到点别的啦。没有，就是自己带着回家悲伤的情绪，然后就自己就起来了。谢谢。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也不会演戏嘛，所以可能最近有一点点情绪化，要不然不可能那么快就能哭出来。是恋爱界的声音吗？没有我感觉没有。是看了哪些评论？我想想，就是你家里人看了哪些评论？我没看。你说我家里人看了吗？我妈一直在看，然后她发给我一堆恶评，然后我每次就很难过的时候，她就你看看这个，然后就我一点开又是骂我的，然后她说你注意点，然后我说好。亲妈给你发恶评？对，我看你们吧。好，稍微平复一下啊。你看我刚蕊蕊在演的时候也是帮他去讲嘛，刚在讲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是不是就有画面了？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刚我讲的那些话是成为你们自己生成的东西，这样子的话你就会非常真实。我想想，太酷了，就是潘老师像独白一样一直在旁边说大家心里边想的话，然后真的就是进入状态的感觉，很神奇。我起了两次鸡皮疙瘩。有没有人啊？狼人把所有的人都杀了，要让狼人得到他该有的惩罚。好，剩下的修修。嗯，好，开始。你点了一颗药进去，它就炸了。对，配方。天哪，我要成为最厉害的女巫了。终于结束一天了，终于放松了。这家里怎么还有动静？什么东西啊？哎，不对劲啊！但后来惊恐，太酷了，很震撼。潘老师让我们首先有个小剧场，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全部都得把它梳理清楚，一步一步一步，才能够表演得更真诚。你是非常高冷的奢某人吗？在有人面前你是会气息一如高强的，但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情感脆弱，已经觉得大家都没救了，但是突然间你发现一个线索，突然间发现大家有救了，大家有救了。好，洛西。你直接演啊，我看我能不能猜到。难度深刻，好难啊。当我讲的那句话就成为你们自己生成，一定要在外化啊。来，开始。有希望了，全村都有希望了，全村都有希望了，我们大家得救了。好，很好，其实看得蛮明确的，对吧？大家也都看懂了吧？就不需要去想，比如说他是为什么悲伤，但是大家能够 get 到他的那个当时的那种情境，自己就哭起来，对吧？嗯，其实很明确，非常好，好神奇啊！对，什么感受嘛？就是感觉真的看到东西了。嗯，对，好酷啊！关注于我自己的时候，只能去感受我自己的时候，会更进入状态。
你的内心的故事线是非常非常丰满的，你就真的进入到这个故事当中了，你才会有这样子这种的感觉。这个就是人物塑造，对吧？洛西其实他是惊艳到我的，他呢很快能够捕捉到一些我说的一些的点和提示，我觉得是跟之前还是很大的差别啊，会进步很多。这一趴我们就大概告一段落，但是我希望给到大家的感受是在秀里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情境，我们可以自己把它设定出来，然后你在这个秀上面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情绪和反应。就像洛西刚说的特别好的一个话，就是他看到了，包括静怡、蕊蕊把自己真实的那个生活场景给感受进去了。然后我觉得像千羽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外放的这个情绪看不见。什么？这家里怎么还有动静？恐惧不够，还不够，脸上的那个感觉不够。我觉得可能跟性格有关，就是外放的那种可能不是你特别特别习惯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你是需要突破的，你必须要把自己再放开，再打开自己多一点，好不好？然后你那我们现在呢回到秀上面，我们带着人物状态过一下。好，千羽，特别是在 C 位的时候啊，你们那个人物感觉就是要完全的放好吗？好，开始。好，千羽，你刚开始的时候娇俏的感觉再多一点好吗？就别太白，现在就是还是不够啊。好，再多还不够，再来一遍。无处可躲的雨，好，再多。无处可躲的宇宙，空洞只剩情调，自动屏蔽讯号。好，你要再多。屏蔽讯号不够。千羽俏皮一点，千羽 poker face 眼睛无神一点，千羽不够啊，完全不够。刚刚你不是第一句刚说了的吗？那个状态没有。我们的是一个团体，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跟大家不一样，他其实是会在舞台上面就非常非常明显的。其实每一个表演形式只要是在舞台上面，你都需要有感染力的。当你这个能量不够的时候，观众看不到的，你要做的夸张一万倍比你现在，不然的话看不到，你的情绪就不会被观众抓到，然后跟大家也是脱节的，整个团体它会显得就是会比较散，它的那个神聚不到一起去。因为我在表演上面其实是毫无经验，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一定是要挑战自己的。公主登场，那我不是在找书吗？警钟，对我打招呼。哎，你
理一个故事线，你先打招呼啊，公主行礼，发现书、嗯、然后拿起书吹开打开。表演老师胡老师专业。胡老师你们示范一下吧。这胡老师示范一下嘞。啊，胡老师示范一下。OK。 你看到他，你在好。可以，冲！他真的软软了，真的软软了。可以可以，好，好多啊！终于 ，OK， 老师，我下去再看一点视频。老师，我这个一开头就有点……你从这儿，你大概从这儿走，就是你像一个公主一样。哇！对，你来到这里，哇哦！你可以跟观众对嗨，反正像，然后你发现哎。我是觉得我们只有去不断的挑战自己，才能在我们这个事业上做到一次又一次的进步。你待在舒适区那么长时间了，我们要跳出这个出来。我是平民，古灵精怪，但是又敏感。包括张老师也跟我们说过，有人说过一句话叫99%的努力加1%的天赋。我觉得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但是一定是建立在你们的实践完以后，就更加的努力练习，一步一步把这个动作表达好，能够给观众看到我们一个不是永远都在原地踏步或者退步。娇俏的，哎，耶，很好。Yes， 对了。弄声情歌，自动给你讯号。Yeah， 对了，非常非常好，出来了，这就有了。嗯，好，往下走。Now that it's all that won't mind。Yes， 很好。无言里外。那特别是高音的时候，就是你要想象着你扎了一个马尾。走，你上一下。无一例外。对，会不会轻松一点？是吗？好，谢谢老师。我们再完整过一下。虽然 Game Over 是音乐剧的风格，想突破的感觉。一开始的话确实会比较慌，但是我觉得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吧。我有信心，我们能练好。我们其实对这首歌是非常有信心的，然后我们也相信这首歌一定能惊艳到观众朋友们。普通不怪。你是开头的帕尔梅演够是吗？开头那段太淑女啦，这个才适合我。练，猛练。本节目由和平精英联合冠名播出，精英出击，百分对决。本节目由王老吉联合冠名播出，燃爆舞台，百分热爱，怕上火喝王老吉。本节目由小蓝腰益生菌赞助播出，易贝氏小蓝腰益生菌陪你秀出理想型。本节目由喜临门赞助播出，深度好睡眠，床垫喜临门。百分百出品，每周四12点播出，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超级盲盒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给你百分百惊喜。
大家好，我是出品人张艺兴，感谢大家积极参与出道企划，对出道团名贡献了很多优秀的创意。经过再三的思考，我们从众多的团名中筛选了三个备选团名。第一个 RED Red Era Diva， 第二个 Red Love， 第三个 Revel。 现在邀请各位再次进行三选一的投票，票数最多的团名将成为终极出道团名，谢谢大家。谁在作怪？何怪鬼才？谁在作怪？何怪鬼才？气氛微妙的提醒，怪异的存在。好大呀！本次公演将升级为1000名观众大舞台。我的妈呀，这好大！与此同时，本次将有24位媒体同步观看。小考结束后，媒体将根据小考表现提问并投票。本次提问环节将由见习生们自行面对并回答，若投票超过半数则小考成功，同时李雨霖可在这首歌中提前解冻，若失败 Game Over 将无缘登上舞台。我的妈，请见习生们做好准备。无处可躲的预兆，微妙的提醒，怀疑的存在。无处可躲的预兆，可能这深情调。You know the game is over. You know the game is over. I'm taking bad shots. 来，咱们上台。好。哇，好大呀，舞台。我的天哪，你们可以上。哇哇的天哪，哇天，媒体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宽容的角色，所以我希望他们能打我脸啊。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团，只有作品说了才算。今天这个秀，我希望他们把魅力展现到我。来来来，打个招呼，打个招呼。三二一，老师们好。我们是舞台见习生，我们今天的秀是玩家 Game Over， 然后秀秀会做一个介绍，简单的介绍。Game Over 这首歌大概讲述的是一个，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好像人与人之间会少很多的信任，所以我们彼此就会互相猜忌，互相怀疑，然后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好的，接下来请就位。各部门准备，三二一。气氛微妙的提醒，怀疑的存在，面具抛开，不再去猜，这场游戏的规则不想再明白。 I treat it like a playground, waiting for the turnout, nothing feels the same now. 无处可躲的宇宙，空洞只剩情调，自动屏蔽讯号。 Like a playground, waiting for the turnout, nothing feels the same now.无处可躲的宇宙，可能只剩情调，自动屏蔽讯号。Play like Bongo, red on fire.
you know the game is over.接下来的时间，请六位见习生汇合前往备演间，接受媒体的反馈与投送。好的，好的，老师们再见，老师们再见，谢谢，辛苦了。只有我们，只有你们，没有张老师，只有你们面对群媒体，好，我们要大大方方的啊。好，大家别担心啊，好，谢谢，加油，好，加油。本来不是很害怕，这么一讲，我好害怕呀。大大方方，亮亮堂堂。不是，等一下，我们这样，三二一，鞠躬。起来，老师们好。对对 ，OK。敲门啦。好的。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老师们好。来，我们一起打。三二一，老师们好。所有的媒体老师他们可能比你们还像在小考。好，那我问了哈，那我问了，好，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哈，我仅代表一个普通的观众。其实啊，我来之前有很多的网友已经跟我打过提前量了，但我看完之后呢，哎，其实我有一点小惊喜。对，没有网传的那么差，也没有超乎我意料的那么好。首先是你们身上看不到一星半点的杀气。之前有看你们的物料啊，说你们是小野羊哦，你们一点都不野，好吧？因为少了那丝杀气，所以就差点意思。诸位觉得我们手中这张票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张出品人说的是将你们交给市场来检验，如果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并没有得到市场的正面反馈，你们将面临什么，或者有代价吗？首先这个节目就是老师您投不投票，我觉得都取决于大家。然后如果真的没有达到老师们的标准的话，也证明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努力，因为这确实是突破我们舒适圈的很大一步，在音乐比较靠音乐剧方向。哎，我很喜欢这个回答。哎，真的假的？我其实有准备好很刻薄，你知道吗？就刻薄那么一点点。未来打理我们这一群刁钻或者刻薄或者有趣的媒体老师，这是未来你们要学习的。但现在我表示认可，好吧？加油加油加油！谢谢。那大家有听说过网络上有一个讨论度比较高的话题，其实是关于你们，也关于张出品人了，就说张出品人对于你们太过于包容了。那你们觉得为什么这么包容你们？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只是大家看到觉得他比较包容我们，但是其实老师真的很严格，就是正常是可能一次表演他可能就会暂停重来好几次。我觉得张老师其实还是蛮严格的，在专业方面。重来。我这个问题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尖锐啊，就是大家来这个节目也是因为出品人张艺兴的关系嘛，那因为他的关系就已经有很多的关注在你们身上，你们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觉得他在我们还不太成熟的时候会
会有很多很多意见给到我们，我们可以通过这次机会然后一点点变得更好，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对我们来说。那你们觉得你们能红吗？我们我们努力，不是努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好，我们一定可以，我们有自信的，有自信。那就祝你们能红出宇宙吧。谢谢姐。啊，你们好，你们唱歌跳舞非常非常好。谢谢老师。It was a beautiful, creative piece. It reminded me of part of a theatrical rock opera, like musical theater show. What is your inspiration for taking that direction? Firstly, I think every time we want to like go onto our stages in this show, it's to challenge ourselves.So musical theater is like unknown to us. Maybe we didn't do like the best of the best, but as our producer says, like it's always good to challenge yourself. So yeah. Yeah. 接下来开始投票环节，请留下一位见习生，其余见习生稍作等待。三二一，谢谢老师们。是。拜拜。我不拜拜，我留在这儿。老师再见。拜拜。拜拜。拜。加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谢谢老师，老师再见。谢谢老师，老师再见。谢谢老师，好吧，超好。谢谢老师，再见。谢谢老师，上一次进步太多了，我们会一直进步的，老师再见。谢谢思琪老师。不客气，加油哦。加油。对哦。老师再见。再见。这票里头支持我们的粉丝肯定骂我们，追着我屁股后面骂，还有人支持你们。谢谢老师，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老师。你们不是很严格的吗？我在一声声谢谢老师当中迷失自我。其实我站起来一瞬间，我是想投不支持的，但是那个妹妹对我前面那个评审说啊谢谢老师，然后我也想让她对我说啊谢谢老师，就我被硬控了几秒，然后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投完了，就这么简单。谢谢老师。老师再见。我想了一下，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知道，还就是个傻子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妹妹们能在这个年纪表现成这个样子真的已经挺不容易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拜拜。尤其是真正在看他们舞台的时候有被震撼到的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支持他们是值得的，也不是说啊张艺兴是很鼓励他们的，而是我是觉得他们是真的很值得这鼓励这一票的。确实我也感觉到更近距离的去看，会发现张制作人所说的那种特质和可能性，我有 get 到。 Game over， 考核通过。Game Over 将作为达标舞台登上本场舞台，冷冻见习生李雨霖也将提前解冻，共同参演该秀。解冻，冻了，融化了，融化了，融化了。挺，反正就是高兴，我能表演这个歌曲，我非常开心。谢谢老师，我会加油，我会加油的。这个床垫好舒服，好舒服啊！软软乎乎的，感觉把我整个人都包裹起来了。
刚刚躺在这个床垫上一小会儿，就仿佛进入到了深度睡眠的状态。这个床垫也太舒服了，每次睡在喜临门的床垫上，都能感受到全身放松的舒适感，整个身体都像是被床垫包裹起来了一样。我实在是不想离开这个床垫了。好了，咱们快去练习吧，等晚上回了宿舍，就可以睡到这么舒服的床垫喽。恭喜见习生们顺利通过小考，现在请大家前往训练室内完成任务，获得开锁密码，并解锁本期国际团学姐。关着，你把门打开不就行了吗？你先试一下门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开啊。拿个什么硬的东西先把这个给它砸了。真的锁上了，哇 ！Hello，Hello，Hello，Hello 有什么用？这个只能是，只能是看看有没有人。好吧，来找一下线索吧，那就用一下脑力吧，你们赶快用一下脑力啊！大家不要急，和平精英为大家准备了福利空投箱，将有一名神秘嘉宾帮助大家一起完成答题。谁呀、啊？老师好。啊 ，Hello 啊。抬头是高傲的你，低头能看穿心机，歪头别替我做决定。转头。菲菲老师他也是我的前辈嘛，也感谢他这次能够过来鼎力相助。确实，现在我们中国的团体并不多。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或多或少对他们来说是小小的一点帮助，我觉得就足够了。嗨，老师好！哎呦，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嗨！好，哎呦，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呀，这个帽子好可爱啊！哦，这是路飞的帽子。啊，路飞的帽子。啊，对对对。哎。现在我们一起解锁是吧？好，来。哦，哇！请齐声喊出本机密码。没有密码。怎么了？他估计他是自己要开的吧？能开吗？应该是可以开。开。开，先开。哦哦哦哦。哇！哇哇哇哇！有心了，有心了，给了个这么好的礼物，谢谢。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扎破？里边有东西、啊。它里面有东西。里面有纸条是吗？要搞破。哦，真的，里面有纸条哎，打开吧。要踩破吗？哇哇哇！张老师一般很不喜欢玩这种吓死人的东西。这个是啊，这个里面应该也有。哇，哎，哇，哎。张老师年纪大了，现在。哎呀妈呀！怎么会有这样的游戏呢？真是令人费解，很费解，十分的费解。怎么会有这样的游戏呢？费解，很费解。哇哇哇！你听听那个声音，哎呀妈呀！老师有乐谱。哎，我这里面有一个。来来来来，这样这样这样。请识谱并演奏其中40秒的片段。来，来乐谱，来你们来弹，你们来弹。谁？你是不是看得懂五线谱？嗯。来吧，弹吧。那我从头弹一下。好，从头弹一下。老师，你喝吗？好的，谢谢，不客气。Thank you.
他这个简谱的跟五线谱的，他应该是有不一样，就是找出样音吧。说每个找了两个不一样。对，这里是一样，完全一样，那就只要听这一句。哎，这里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二，这个是二，第一个这个是不一样的，嗯，这个是错的。他们真的是，你们真的是很喜欢玩这种解谜型的东西，真是令人费解。下一个数字是一，这个不是三，二三一，还差三个，这是对的，这个对的，这只有对的，这个二二二，这空牌也是二，二零零零是错的，还差一个是吗？对，这里还差一个，对，这是对的，二完了是零，然后不不，这个是错的，七，还是。够了。OK， 我们的答案，请大声喊出本机密码。密码应该是231207。恭喜你们解答正确。哇哦！哇哦！大热歌曲《Test Me》。哇哦！复刻现实舞蹈，连线复刻舞蹈。现实舞蹈，好，我们现在连线。好的。哦，来了，嗨，姐姐你好，你好，你好，学姐们好，学姐们好。我们来解救你们了。音乐准备。第一个八拍。转到哪里去？我能玩。我到哪儿了？我都不对啊，我在最旁边啊！救命啊！哇哇！好厉害啊！这个搞不了一点。接下来将进行最后一遍复刻，复刻成功将成功解锁国际团。哦耶！这个太难了，你们记得吗？我真的记不得，我就记得这个。我也是。好，我记得一个，我记最后一个动作，还有个这个。老师，你站中间吧。菲菲老师站中间，菲菲老师站中间，就中间那位学姐的位置。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是一个什么？然后我就往前走。对，嗯。音乐准备，三，二。恭喜你们成功解锁国际团 For If。他们算是国民度比较高的团体了，是可以走向世界的女团。他们算是我们泰国的第一女团。ฝั่งของกลุ่มฝ่ายหญิงมีใครถูกเสนอชื่อเข้าชิงบ้าง For Eve For Eve กับ For Eve 学姐们表现力确实很好，风格与反差非常的大。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你好。
我是国际版的都管嘛，一开始我念成了都管，我就以为说一个女团就是一个都市的感觉，然后就是管理好这个都市的那种感觉，管理好这个都市的那种感觉。欢迎，下面请见习生和学姐们共同演绎刚才学过的舞蹈。Let's go, let's go, yeah. Match pattern 了吧？老龙，该在哪儿吗？哦哦，对 ，Let's meet here.相对于其他几公来说是下了非常非常大的决心，就是一定要发挥到自己的最好水平。我们就相信我们一定不会再让一个人冷冻。我觉得有信心，两首歌这也是有我们自己的风格的，就向下下了好多了，那个动作可以再大一点，就可以是这样的大一点动作。你外头呢？你在外头呢？学校呢？那你不是好多了吗？非常努力的想要去把我们之前在课上学到的东西全部展现出来，达到我们所有状态的100%。我真的这次是对我们两个舞台都非常有信心的。我们这次一定可以的。第四次国际舞台交流马上开始，他们算是泰国的第一女团。我觉得他们表现真的很好，你们的舞台魅力真的是太吸引我了。真心的说，真的是非常好。谢谢老师，我是觉得你们一定是中国女子团体的希望。节目在芒果 TV 和微博发起100%出品先行曲征集活动，一起和网友共同推荐最适合舞台见习生的歌曲。
好，我是舞台见习生胡静怡，静怡。很开心大家对 Are You Up 这首歌的喜欢，接下来由我代表我们团队来教大家这首歌，希望大家听到之后能够产生属于你们自己的情感共鸣。 Baby are you up right now? Baby are you up right now? Baby are you up? 这里的话要注意的点就是有一个真假声的转换， Right now，这个转音也要非常的注意。Right now, baby, are you up? 这里是不能断气的。So tell me, are you up right now? Tell me, are you up right now? 辗转的夜有你相陪，闪烁的词汇。Oh, what you wanna do? 它是需要用胸声顶上去的。So tell me, are you up right now? Tell me, are you up right now? 这也是不可以断气。希望大家学会了，谢谢。大家好，我叫刘廷秀，由我代表我们团体为大家教学《颜色这支舞》的副歌部分。接下来是分解教学，一打二打三四五六打七八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打三四打五六七八打一一倍速教学。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彭香蕊，我今天来教大家 catwalk。 谢谢大家。